对呀、啊。大家上午好啊，到点了。今天接着是那个画上面那张画，就是山水初级班啊。画之前先批评作业。有不少同志交作业了，这个画的确实很好。这个看来这个山石吧，也都是还确实掌握得很不错，画的确实很好啊。那个我一个个的评一下子啊。你看这块山石就画得很漂亮，形抓得很准的，山石的笔触呢也很不错，皴法那个都很不错，很到位啊。就是有的个别地方吧，要注意线条呢，要注意一下，不要太那个生硬了，不要太生硬，就是稍微要灵活一点，就那意思啊。这个同志就照前面同志稍微差一点点。但是这个线条吧，就是你看这个深印有点印，就是变化太少了，变化少，你看这样的线条，要多变化，变化多一点好看一些啊，总的来说，这个四种笔法你还是掌握的，还是很不错的。这个他画的多了啊，比我画的多多了，那个比上那个我教的多多，你但是画的很不错，暂时。画的很好，你看我放大来看，你看山石的皴法，这个山石吧，石头要画的毛，要发毛了，那就这个，肌理就出来了，这很不错的啊。这个线条就深一点了，你看这线条就深一点，那个有的变化太少，特别是逆风要注意一下逆风变化，你放大了以后就看出毛病来了。翻小了看吧，看不出来，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。就用笔呀，要灵活，要多变。这个山石皴法很不错，还是可以的。就是这个左下角，你画的什么？这是左下角，画的，它稍微大，这擦匀吧，没擦好啊，匀的没擦好，笔要非常干的时候才能擦，这个破的时候也是这样的。你看这破的有个明显的分界线，就不好了。一定要虚的过来，慢慢虚的过去。不能，我不开玩笑，不能有个三八线。这个线条就是墨色吧，有点淡。这个墨色有点淡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线条就不太理想了。有点，你看这线条不理想。你看啊，你看这个，还是这个基本笔法没什么太掌握。这个要注意一点。这个也是，还是有点线条，有点生硬，有点生硬的感觉。你看这没有？你别直不隆咚，你拐点弯儿啊！你看这个线条，你拐点弯儿，这是墨有点那个深，要刮一刮，笔刮扁它。这个你这线条都很生硬，这个不好哦。这个就好多了，这个线条就好多了。你看这，一定要把这活灵活起来，这个就很不错。这个也还可以，很不错的，挺好啊。擦匀的时候要擦匀形呢，要变化，变化多一点，一定要擦出个风势来。这个是这样的啊，这样看的。这块的云刷成拍骨云了，一排一排的就不好看了啊！要有大有小，变化一点，线条还是生硬，笔触还是生硬一点的，笔画干，用小点笔，这个你要画小画吧，用小点笔画，没有了啊，就这几个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画画这个用笔啊，
一定要把这笔画扁的。我咱这画小啊，你要是跟我画一样的那个43开的纸吧，就用那种小狼毫笔画就可以了，用小书法笔就大。因为小狼毫笔啊，今天接着画。接着画呢，我上来我画的很慢，就是所以画这一点点一小角，因为我讲的特别多，因为咱这是初级班嘛，初级班我是重点的教大家基本技法、基本笔法，所以我讲的很慢，哎，也便于大家学习嘛啊，对吧？那个慢慢的，我头两堂课可能讲的慢，后面我要恐怕要提高点速度了，因为啥呢？如果太慢的话，有啥这堂课这个进度完不成呢？这还有。这8堂课要把这个画画出来，是不是啊？今天我还是慢一点画，但下堂课我就要提高一些速度了啊！大家有这个精神准备，不能老这么慢，老这么慢的话，那就是画不完，这张画不完。你看我这是用的小的狼毫笔，小狼毫笔啊，小狼毫笔磨的比较秃那个，哎。磨的比较秃，那个不是太新的那个狼毫笔是最理想了。你像画30的时候，你要是很新的那个小狼毫笔吧，那笔太尖。买狼毫笔的时候，一定要摸一摸这个手，扒一扒那个笔，别太远乎了。太远乎那个笔吧，那就不是假的，不是真的狼毫。狼毫就是环唇兰尾巴啊，是环唇兰尾巴那个毛做的笔，狼毫笔，真的狼毫笔啊。但现在很多化纤的，但是化纤的笔呢，那个有的化纤质量确实很不错，化纤笔质量还比真狼毫有的还贵呢，所以那个有的那个效果真挺好。那个拿了笔蘸完墨以后吧，一定要记得从盘子边上哈，一定要刮，把笔刮得干干的，你看，使劲刮，从笔的根部刮起。这个一定要记得啊！我反复说个多少遍了都不，我都不清楚记多少遍了，记不清了。就是反复刮，从笔根上刮，笔根上刮呢是把这个墨都能刮进了。你如果不从笔根刮，从这个笔1/2笔肚这开始刮，那是刮不进的。哎，这样刮以后墨就刮进了，刮完扁扁的，你看刮着扁的，那个这个挺扁的样子。刮扁了以后，在这个盘子边上呢，把这个笔有一笔锋1/2的位置靠着这个盘子边。靠着盘子边个大拇指往回一往前一拧，你看这笔就变成翘着平面，你看呢，这样的翘着感觉，我在这儿看能看清楚吧？那个啊，翘着感觉了。这样吧，为什么这么做呢？这么做就是画的时候非常顺手。你有的时候我不愿意这么做，你不愿意这么做也可以，没有关系，非不一定是非要这么做啊。但是呢，那个你这样画就可顺手了。我刚才上课之前，我这有时间，我把我铅笔勾了一下这个30的大写，我勾了一下。你们有些同学也可以这么勾，在下笔之前把这30的形啊，大致的用铅笔勾了一下。你看我勾了一下，这个都勾了啊。勾了，我现在落墨的时候就把握性比较大一些，不然的话容易那个，容易出错。因为你落上墨以后，用出错了以后吧，就不好办了。我现在有我这个我用铅笔勾的线条，我现在用墨画了啊，用墨画。大家在动笔之前，一定要把这个课稿，就是我发给大家那个课稿，一定要看清楚。看清楚以后，把位置尽量找准确。因为我这个好办，我现在用铅笔勾了，我就准确一点了。我就开始用这个笔这个棱啊，也把这个，也等于是中锋吧哈，把这个我勾这个铅笔稿啊，我打一下。打下这个，这就是等于用墨打稿了。我刚才用铅笔打的稿，你看，这就是用墨打的稿，这是啊，我又打一遍，勾一下子，勾这个山体的轮廓线，等于是，山体轮廓线一勾出来以后呢，等于是那个什么，把这山体的形儿你就掌握住了嘛，是不是那意思哈？尽量找准确一点啊！其实这个稍稍有点变化，也不是特别大，也没有关系，也不是一点不变，那也没有必要。这里边有后面是竖啊，
我把这个轮廓线呢，稍稍用墨勾了一下，先画这一块啊，这一块。那我现在就开始把这个我勾完了以后，把这个块面吧也大致分一下啊。特别有一同志，这个就是山石画山石这个，特别一些老年同志最大的毛病啥呀？他就是不知道分这个块和面儿，这是这个问题，一定要把这块面分出来。块面分清以后呢，这个山石一块一块的，大块小块的。哎，就看得很清楚了。我这个参考我这个书那块方块啊，你实际上你不参考这个方块，你也可以自己自己这个非常灵活的分，非常灵活一点啊。你看我这几个大层次，就是大的那个结构，把它勾出来，非常大的结构啊。这个旁边一会儿还有很多的树，我现在是没画树，我一会儿用墨呢，把这个扇子撑一下就可以了，稍微擦一下子。但是这一会儿过两天画树的时候，这边都是树，很多的树啊。但是现在今天呢，咱是画山了，所以这个那些树吧，我现在还不那么勾。这个地方是画树的，我把这个为了把这个树这个留出来，我用笔啊。稍稍擦一下啊，从上往下，从下往上，从上往下擦。这里面将来要画树，很多的树，树林这里面都是树啊。可能你们那个小稿啊，给你们放话吧，看不太清楚。书上呢，书上也看着也不是特别清楚。你看着我画吧，书上相对的比这个印的那个发这个稿要清楚一些。我现在开始往这里画这个山石了啊，这个山石这个书上的纹理吧，山石的结构啊，还是看着比这个稿要清楚多了。书上你看，我这个书上看的还是清楚多了这一块，很多的山石碎的线条都有，这个上面线条就看不出来了，这因为这手机照完以后呢，那个打印的时候吧，发的时候它可能有点变化这个啊，现在我就开始画这个山石。这一块不管，这块将来用树挡的，但这块山石要撑出来。这块山石呢，我还是用这个，第四种笔法吧。你看往那推走啊，第四种笔法，往那推过来以后，逆风啊，逆风推完以后，折一下撑，折再撑，你看这再撑，折一下就可以了啊。这个山石有了，这不是一块就可以了吗？往上去要留高光部分。就是我从这儿开始，这个不有个分界线吗？从这分界线开始往上推，逆风往上推，推了以后，我笔离开了，离开纸以后再回来，再回来以后，这样，这高光部分就出来了，高光就这么留啊，这一小块把这一小块再画上，这一小块还是这么推哈，还是这个我还是用第四种笔法，逆风往上推。线条不要太直，才敢写作业这个同时，就是线条很直，直就给人感觉什么呢？感觉就是那个生硬，笔触比较生硬啊。这样上去以后，这地方我也是有点高光，我再折它才回来。在这儿，我这个山石不有这方面有一个那个出来了吗？高光部分这一块一点点，我再擦一下就可以了。这高光部分你留出来了，这一个山石。这个上面有个小山石结构，你看我这一擦，这块就亮出来了，是不是啊？就这么画，你看每一笔都是多大的山石，多大的小的，你都这么画出来，那就好看了。你看这块还是一块这么山石下来，侧锋下来啊，侧锋下来以后，到这个底下这个格儿这儿就可以了。这个横格底下往上走，第一个横格的位置就可以。这一会儿再擦着底下的云彩啊，你看这不是这块山石就完事了吗？你看很简单的啊，这个在这个分界线地方我要擦一擦。我说了擦是撑的补充，我撑的不到位我就靠擦，对吧？这一块完事儿，这块完事儿，我现在接着往下把这一块往接着往上画啊，接着往上从这底下开始画起，在这个一格的中。
中间稍过了一点吧，哎，这不中间在这儿吗？中间在这儿啊，这两个中间在这儿，我稍过了一点点，过了一点，用逆风，用笔逆风，笔有点干了，这个哈尔滨这个室内空气干燥，用暖气啊，干得特别快。啊，我在这个逆风上去啊，这个画这有一个大的山石，是过来逆风推上去，哎，推着走，拐弯别它直，拐弯上去以后到这边上，到边上我的啊下来侧风下来，这个将近于90度角拐下来了啊，在底下那个呢再来个逆风，我角度就小一点了，你看这是将近90度角，我哎这个70度角左右，哎这不哎。这两条线条出来了吧？这两种笔法实际上都是第四种笔法，但是感觉不一样，因为它角度变化了。在这行笔过程中吧，笔的线条走的轨迹呀，它是弯曲的，有变化的。所以说吧，啊，这一笔完了，我在这儿再接一笔啊，再接一笔，再往上，从这儿再接一笔，往上再推一笔，还是有逆风啊，逆风，在这个留着高挂回来折在的时候断开笔。离开纸，接下来，哎，这不又是一笔吗？这不这块就完事了。这高光部分留着啊，你可以闲过的太亮了吧？你可以再补一些小笔，也可以补一点小笔啊，这样可以。你看，这不这一块就完事了吧？接着画啊，接着往下画，一块一块的画，一块一块画，再往这边来，这边我再画一个小块，从这开始起笔吧，逆风，逆风啊，往上推，我还是第四笔啊。昨天是第二笔用的特别多，今天用四笔多一点啊。要拐弯，拐弯，拐了，跟着接上了，对，也是他走。这那个第四种笔法标准的是逆风一折笔就完事儿。我这个折完以后，又走了一段路，这又是一个小变化。我在这儿再来一笔啊，哈了一笔，这个笔呢，角度很小，30度角直接回来了，看见没有？三十度直接折过来，30度角过来了，这不就是把这块又完事了吗？这块就画完了，就算是这一小块就画完了，是不是哈？现在这一块吧，它这算是拐这儿个一，它也是往上去啊。我刚说了，今天就是耗住了第四笔了啊。现在第四笔，逆风在这儿，逆风啊。这是那个竖的线条，这是横的线条，打格的线条啊。我在这儿在这个起笔，逆风上去，拐弯，你看拐弯，你不要特别直。我刚才说了，拐弯上去，上去以后，到这儿，再回来，再回来，慢慢的，行笔速度慢，下来，对，跟它接上，接着我顺着不是再送一笔轱辘，送一段吧，目的啥呢？这两个分界线出来了。这个跟它的分界线也出来了，我就这么来两笔就可以出了分界线。这里面我觉得空太大，我再来一笔啊，再来一笔逆风，再逆风，再回来，这个角度小了，也就是30多度左右的角吧，30、40度左右角，这就完事了。我这个空大呢，我再来一笔。你要是角度合适拉倒，你要角度合适就不来了。我要角度有点大，我这就又来了一笔。这不是这块就完事儿了，等于是哈，快结束了。你看都把人到这个地方了，这边这还有一点，这些上面是高光部分也留着啊。这边我再从这个角上开始，从角上开始逆风，还是逆风啊？逆风上去，我们说今天耗上第四笔了，但不要推太高啊。我再直接回来，回来90度角过来，这个再小一点角度过来，你看我这。今天这画的都是第四笔，但是变化是千变万化的，啊，千变万化。这一小块就画完了，这块完了我画到上面这块啊，上面这块，这一块呢我不有个分界线吗？这个，这把这块上是，我再用那个也是画上第四笔吧，从这开始啊，从这开始。第四笔往上推，往上推着走，往上推着走，推着推，推到时候我看到边上，我又高光，我笔抬起来，离开纸以后折下来，折下来，你看这个角的小啊，80度角，到这，到这个边上分界线就可以了，
这不折带村吗？你看啊，对，折一点，嗯，不这块一小块，你看马上就出来了，对吧？哈，出来以后，我再把这一块，这一块呢，我还是用第四笔啊，在这儿开始接，在这儿接，你看这个这个比较深嘛，我从这深地方也开始接，上去，上去走也是走，往上推，推跟这个接上连上的啊，哎，走走以后，你看拐个弯。还是要溜高关，就是笔就离开纸，不溜高关就直接过来。我笔离开了，溜高关，我再回来折带过来，往这边折，往这边折啊。这空间大，我再来一笔，还来这个折带层啊，完事儿。你看这个地方，我可以再擦一擦了，因为这个太小了，用不着那个第四笔了。这一擦，你看这个膳食。就等于把这块高光部分留出来了，就是山石，这个是个岭，这个坡底山尖吧，也这是个山尖，这个是山尖的哈，哎，这个小慢坡这是个尖，留着高光部分来了，是吧？就这么一点点画，高光部分就有了，这个山石就有了。你看，这又是块面，哎，擦一擦，你擦一擦，这样擦一擦，擦一擦，这块山石就出来了。接着画这一块啊，这块吧。面积特别小，特别小也是那么画吧，从这开始，你看，逆风往上推，我这个没蘸墨，蘸第二次蘸墨了啊，蘸了第二次墨，一共在这蘸了2次墨，再往上推，上去以后，我这边高光留大一点的，回来，这个再来一个，挨着这个边儿就推下去完事儿了，你看这个，这个边你可以再擦一擦啊，有个山影，这个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你看我这个再来一笔吧，顺着这个边啊，再来一笔，往上推一下子，往上推，我不折了，回来就拉倒了，折的话就这么就深了，我再把这一块啊，这块也是这样的，从这开始逆风，这笔你放慢，笔要干的时候你速度慢一点。还是画的很深很深的啊，接着往上走，你看往上走，往上走，走着我这也是溜高光，跟它大致是平行的，因为这个沙漠吧是沙漠，走线沿着走线就这么走的哈，再回来折带折过来，再折过来，完事了，这地方你可以擦一擦，侧锋擦一擦就可以了，你要是用那个逆风推的也是可以的，逆风推把这个山石。把这个推到后面去了，这个推到前面来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还有个小块面，这有个小块面，这块面一块一块的，这不算是就画完了吗？这一块算是不画完了吗？这两块吧，我觉得现在看来，还得有点线条，现在要没有的话吧，显得太突。我所以轻轻的，这笔很干的时候，我再来点线条啊，往上去，回来，这边也是再来个，这是根据需要了，就是根据画面的需要。我觉得这个人太亮，太亮的话，我就来两点线条呗，就擦两下子，或者再来两个线条都可以。这是非常灵活的，这是灵活处理了，因为感觉到这个跟着说光画就是根据画面的需要啊。其实际上呢，我觉得这边不舒服就擦一擦，你看这个擦一擦，你看这一块就画完了。今天现在这比昨天是画的快多了啊，快多了。在这个地方吧，山坡上是很多的树，很多的树，很多的树呢。我现在不画树，我现在把这个山石啊，我擦出来啊，擦出来。你看这擦出来，侧锋啊，侧锋擦出来。再来我就要画树的，我在这边要加画很多的树。我现在不画树，现在为啥呢？在那画树，就是在这个墨擦墨的基础上画就可以了。我这个再画个山石啊，这个对吧？这个山石，这个接的这个边，这上是个台阶，是个台阶，一直是爬到顶的，在这儿还有个台阶，你看到没？两个台阶，可能你们那个课稿上看不太清楚啊。
哎，来，那看不清楚就看借口是书相对说清楚一点，因为这个画是我自己画的，所以我知道哪地方是有山，哪里有路，哪里有什么玩意儿，有树，我看不清楚也没关系，我也看清楚。对，好，这个笔非常干涉，这种情况下啊，非常干涉吧，咱就现在开始啥呢？开始擦匀彩啊，先擦干那个，有一同学擦那个作业交那个交作业的时候擦那个匀彩吧，擦的变化太少，变化少了就特别不好看。这个擦匀彩一定要擦的那什么呢？有变化，关键是用笔啊是上下擦。你看我这笔，我为什么现在擦呢？现在这笔特别干的时候了，我现在笔特别干，你看大家也都感觉到了。我就是今天早上这堂课画到现在，我蘸了一次墨，蘸两次墨了，中间在这儿蘸一次，这一蘸了一次墨啊，我现在笔已经等于很干了，这时咋办呢？要给擦匀彩了，擦匀彩这个一定要注意匀彩的形，还要注意锋势，用笔怎么用呢？用笔就是上下，你看就是上下，就上下擦，不管这个匀彩怎么变化，都是笔触啊。就是笔触啊，一定是上下掌握，上下那个上下，这等于是呢，把山石的根收了一下，同时呢，也把那个匀彩也擦出来了，一定要记得啊，擦这个匀彩这个一定要注意，这在第二个和第三个之间，这个匀彩有个匀彩往下伸到这儿来的，底下这一块大松树是吧我现在把它擦起来，把你看它擦呢。这个笔擦得很毛，你看上下擦非常毛。这第三格啊，三格的一二三分之一、四分之一，你看这一半，四分之一，它擦到这就可以了，擦到这就可以了啊。上下擦啊。就一定要上下擦，这个到二分之一位置，二分之一位置，轻，这轻一点啊，二分之一位置。这个跟那个擦干擦的那个山石啊，你画那个线条，接上啊，接的应该非常自然才对，接的自然一点。这是第二格啊，接的自然一点啊。我现在就手就把这个底下这个匀气呀、布气呀都给擦完它啊，正好这个笔现在效果最好，擦着效果很好，听见没有？这就我说了，这里面将来要画树的，我也给它擦一擦，擦完以后，我再另外一支笔，蘸点清水或者蘸点淡墨，擦干那个有的同志这个染这个破的时候，
它破了一个非常明显的，它是淡墨深了一点。我现在用那个什么，我用清水破，清水破的话呢，效果能好一点啊。有地方呢，才干那个作业的时候，就是有的这个有个明显的分界线，那是不好的。因为擦这个比较干呐、啊，笔很干，这一破，一破以后，就等于是染了啊。所以说，曾刚老师说这个，画彩面山水画，皴擦点染一气呵成，这等于一气呵成了。你看到没有？有皴有擦有点有染，这就是染了，这就是，实际上是破，应该是破，准确的说是破，用。淡破浓，用淡墨破浓墨，或者水破墨，这两种说法都可以。这个应该底下的云气就出来了哦。将来还要烘染的时候，那个过渡地方就更明确一点。现在过渡不太明显，有些地方过渡不明显啊。还是就是说是比较嫩，因为我是擦嘛。要是染这个呢，它就过渡的更匀切，跟那个好一点了啊。这个擦这个破哪儿呢？就是明暗交界的地方，就是明暗分界线，就是画素描时候就一个明暗分界线，咱这个。山水画把那个素描也用上了啊，明暗分界线的地方，就是有阴阳交叉的地方、交接的地方，这样一破，这块云彩就出来了，大势出来了啊，才干那个刚才那个笔，那个笔吧，那个什么呢，用那个墨吧，比较干，我擦了以后形没有了，我把这个台阶换，它要换一个笔啊。我换一个非常小的蓝毫笔，新的，因为这个台阶，因为这个画小，所以画台阶的话吧，一定要记得线条要细，线条要细。我就是换新的蓝毫笔了，画这个台阶，这个台阶从上面一直往下画，往下画，画到这底下啊。这个书上呢，这个台阶上面还有两个人呢，先人先不画啊，先把这个台阶画出来再说。画两个小人儿，这个原来我那个原作是大，画两个小人好画。这个画这么小的吧，这小人确实难画，画的不好就大了。这人大了，山石就不雄伟了。所以我看这个，因为这个幅篇幅小，人我就不画了吧。画的不好的话，反而就画出来添足了。你画上山去看啥？去看山去观景去嘛，那有个人但是这个画太小，人根本画不了。我现在开始把这个台阶画出来啊，台阶从上往下画，从下往上可以。有一条这个笔要特别干，你看这笔特别干啊，我擦一下，把这个我这个笔上的墨，我这个深的地方擦一擦。特别干的时候，再画那个台阶啊。你要是水分大的话，那台阶画的就不好看了。我现在干啥？就是把这个笔上的墨呀给用掉了。其实别的啥作用也不起，就是想把这个墨用干一点，擦掉一点。好了，差不多了啊。这台阶我不说了，这个画面特别小嘛。你画台阶的时候一定要用新的笔，有锋的，并且呢，要画线条也画得特别细。画小啊，不要画太大了，大了以后呢，就这个山石就不雄伟了。就沿着这个边，沿着这边画。
要线条要注意啊，跟这个底边跟这个纸的上下边是平行的，跟左右边是垂直的啊，这个特别的要注意。有很多同志以为，哎，这个是拐弯，他就随弯就弯，那就不对的啊。你始终是平行的，你看没有？这线条始终是平行的。大致平行可以的，不是不用那个推平行线，像制图是推的平行线，那用不着哦。哎，大致平行就可以。有的底下的线条稍微粗一点的，格也裁剪大一点的啊。这是人工开凿的啊，登山路。底下可以虚下来了，往下就虚的了，哎，这云彩看不太清楚了，虚的啊。这边有个小台阶，我就手啊，把这个山这个台阶也画出来啊，就手，这儿往上去一点点，这个横跟一个小线条，非常细。现在是比它要密一点呢，因为远嘛。不管这个路是怎么弯，哎，线条都是平行的，平行是上下边儿。其实这个路是很直啊，你看，从这上来，都是山后面绕着绕，这后面是树林，这后面这个树林，从那个树林那穿过去，这很多树啊，全到这儿也露出来了，对，露出来。这边吧，一会儿再擦一擦，用那个钢笔把这边稍微擦一擦，把这个山石，实际上这是很多的小树，你画小树也可以，不是画小树，擦一擦也可以啊。这个小道就修完了，台阶，石头台阶啊。真正的修路这么快的话，那太快了。哼。看不清楚啊？我看放大一点能不能看见？放大能看见？能看着，放大能看着了啊！你看看。呀，这跟这个台阶没看着啊，没画着。画这个台阶是放大了啊，看着了，他看着了，对，啊，他对一放大就，我这个台阶放大了，这个台阶放大了，现在都能看着，现在放大就能看着，现在我把这一块山石就画完了啊，我再把这一块山石画上，画上这个山石呢，我稍微调一点那个。朱标进去了，就这个小道的后面那个山石，这个边上这边我才刚说的是，你可以擦一擦可以，现在还要画小树，因为这个画还小啊，那个小树也不太好画了，就怎么着我就用那个笔啊，擦一擦就看着这个是树的样子行了啊。画那个位置不动。别动，这样不动。这边实际上这个山头这边呢，有很多的树，这也是很多的树。我现在这个树太小，我就
不画了，我就这个笔啊擦一擦啊，用这笔擦一擦，代表像竖着燕子心了，嗯，大致竖着形儿啊，你看，这是竖啊，记着，你要进来，你要是有机会，要把这张图要放大，放大的时候，你就想着啊，这地方是一个大树，很多的树，嗯。寸短不一，高矮不一啊。先来，我看看到这里整完以后，把这个山石画完了以后，如果这个能画树，我再画一下子。要不画的话，就这样就也可以，挺像的了哈，挺像树，你看这。这后面的树我必须得画了，这个山石后面树要大一点的，我就画出来了啊。我现在就是把那个，这个是上那个那个，画完了以后，这地方我要点点墨啊，能看着哈，看到那个就是上堂课画的，我的拿个刺扣啊，压一下子，这我要那个破一下子墨，这边用墨破了一下。颤笔。颤笔，我让它深一点，上那个这地方忽略了，没后面还有树，我先把这个墨呢破它一下，我再用水破它一下啊。好了，我再还是用这个笔，我再把这个墨里边我调点朱标进去，但是这个朱标不要太多啊。实际上它两个山隔的不是特别远，后面那个山朱标要调多一点了。大家看，我几点指标进来了啊？现指标，调墨，这个指标调到墨里是叫赭墨啊，但是这个墨还是比较深，墨多，指标少。画后面的山的时候，那就是那个指标再往里加，在这个墨里面再加远山的时候啊。一样啊，把笔刮一刮。画这块小的，这块山不大点，就这一块啊，这块山。可以放大一点看呐，我看放大啊，放大点行，哎，这个行，看清楚。啊，这就不小了，这面就这一块，就这一小块，哎，一小块，我先把这个笔这个棱儿啊，把这个山石，这个不倒吗？太尖吗？这个山石的外形啊，我勾一下。勾一下下来啊，这个地方我也不画了，这个也是画树，
我用也用这个笔先侧锋扫两下子啊，我表示这边有树啊，我现在把这个笔扫一扫，哎，我在这个扫一扫以后呢，画树时候也好画，这个树根的底下反正都是很深的，这个基本上就那个盖住它，这个山顶上啊，这都是树，我侧锋扫两笔也。在画树的时候，我再把树再画上。我现在没画树，啊。哎，这地方是画树的啊。那个，这块把这个山石，这块山石我勾出来了，勾出来以后，这个还有一块山石，这个上面下来过来。从上面下去，哦，看啊，哦，在这个位置下来一点，下来一点啊，这有个透出了一块。啊，把这一小块山石啊，山石底下这块是树，我画是这一块，这一块，这一块，这不是吗？你看差了啊。这一块。我现在把这个山石这个小道边上，我擦出来啊。这一小块山石就擦下就可以，这个面积很小，就擦一下子，靠这个道边上这个叫我擦两下子，有点线条，有点线条就可以了啊。你看这小道边儿，小道边儿，它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小道呢，还有一点点，那就不画也可以了啊，看不清楚了这个，那可以，这上面是很多的树，很多的树，这个上面也是很多树，很多树。一会儿再说，再画树了再说。现在不能画了啊、哦！我现在画的山石，讲的是画山石啊、哦，所以有分工。这个就用第四笔吧，往这推啊，第四笔，下来跟他一样，今天还是用第四笔啊，这块也是这样的，上去，推上去，虚的回来，虚的回来，这个小的不大点儿，我也来第四笔吧，你看这样放上去啊，放上去，回来就可以了，跟他一个分界线，这分界线过来了吧啊，这个小山石啊。这个有个分界线，给它擦一下子。这个特别面积特别小。就这个，实际上就是逆风擦一下就可以了。
或者用第三笔，三笔呢？三笔下来，上去，再回来，三笔也可以啊。这个底下借云气，也借底下的树，不要画太实。这个后面是，这一块呢，后面是接山石，这边山，这块有树，一大片树，我先把这个树的形啊，用笔勾一下子啊，勾出来，不然我一会儿容易那个混了，看不清楚了。我把这个毛笔啊，用铅笔勾，毛笔勾都可以，把这个树的形大致的勾一下。勾下目的啥呢？一画山石的时候吧，可以那个，哎，您看着不？看不着了吧？缩小一点吧。这一块都是树，这个山很多的树。你看，我铅笔毛，用笔大致的把这个树形，现在勾一下。我这进来画树的时候。就知道在什么位置画。这地方呢，将来点子笔也够呛能点上，因为这个篇幅太小。不用点子笔点不了，就用笔往上笔尖往上杵就可以。我把这个树的形啊，勾了一下啊。学员先别点了，就把它们点都点了它。啊？学员往那一点，现在全烂糖什么？了。不是学员也整个点烂糖了，不都是树，到时候。啊，你不乱打，我就你们铅笔勾，你们学员用铅笔勾，我这是毛笔勾的，这时候是树吗？就把这个树的形勾上就完事儿了呗，啊，铅笔勾一下子啊，画远山这个到这就结束，到你勾这个形，这个树形就结束就可以了。我再还有10多分钟啊，我再调点墨，把这个这边这个能看着，我再掰一掰。这个小道儿这边那个还有一块山石啊，还有块山石不大点儿的啊，这块山石呢，也还是用这个墨就可以了，这个还是这个墨啊，不用调墨。也不要太浅了，这个墨还是就这个墨，稍微远一点吧，因为这山就看见感觉到比这个要远一点点。我再把这一块很小的一块山石画上啊，这不是台阶在这儿吗？沿着这台阶边儿，我原来用铅笔也勾了一下子啊，我现在用墨勾一下子，把这个山石画出来，大致的啊。这后面这也是很多的树，把这块山石画上啊。画完这个膳食就休息，下课就下课。这个
把这个小道这边儿啊，为了把这个山石小道突出出来，所以这个边上要把这个用描一下子这个线条啊，这线条，不然这个小道就不明显了。这块山石，我还用第四笔吧，啊，往上推，往上推，回来，离开纸，回来。上面是高挂木留着，这个上面还是很多树，桦树啊。这两个山石的分界线这块。我把这个用第一笔侧锋走，分解它一下，这一小块吧，也还有几棵树啊，这一块啊，这个山石的这个小道这一侧，我这也留着几个树的位置了，就这么虚下来的啊，下来，再把这一块山石给它画上，逆风往上推，第四笔，沿着这个边走，上去，回来，离开纸，实际上是第四笔，也可以把理解为第二笔的下半部分，第二笔不是画了以后往上一推，逆风再回来吗？跟这个第四笔有点差不多，有点像，这块完事啊。再把这一块，这块我还是，这不是树，我笔勾了一下的树，把这个树给我蹭出来，就是，也是第四笔上去，再回来，也是这个线呢，沿着这个边儿用侧锋，变成第一笔的画吧哎，不动了。啊。啊？什么不动了？看不着笔了。你画的呀？我刚才我寻思，卡住了。哎呦，我这不动，你还就在这。那卡住了，现在是。没有了啊！你看我这转圈儿。那转圈啊。就到这儿。你那就跟就到你这，完了你就没动了。那就下课吧。下个队。我这个手机网络一般又不好使了，说这个也听不见。电脑暂停直播可以切换到，我暂时离开，暂时停播。这是暂时的了。到没到点？因为基本到点了，我不打扰我的。暂时离开时刻吧，没有了，那你也没结束，结束了，待开课结束是这个吗？已经结束了，结束。结束了，已经到这个状态就结束了。已结束吗？我以为我的，你看，就刚才你后边画那小道那旁边那个就没有了。想沟通自首没有响应。别等待了，确定的了，等待啊，等待就没结束吧，先别轻易那啥。我确定了。没有吗？有了。进入直，正在进入直播。没进来，你进不进？进来了，现在进来了，看对不对？手动了动了，进来了。
刚才那个小鹅通可能是平台啊有点问题，我这手机没问题，才咱停了一部分啊，停了一会儿，就这一块山石画的时候，是不是没看着你们？对，就那小道旁边。我再讲一讲啊，在这重复一下子，就这块山石的画法，这一点点，你看，这点刚才那个视频有毛病。这个就是用那个第4笔呀、啊，擦了一下，勾了一下子啊。你看这个是竖，我用笔勾了一下这个竖，这块擦一下子啊。现在有了，那我把这个擦一擦，擦干你们那个这一侧没看到，没看到我就把这个重复一下子啊，重复一下。有没有？没有啊。你看我看，还有。有。我就是按这一轮的画的时候用第4笔画的啊。我就把这种现在重叠一下子，因为刚才那个你们画了半天吧，手机卡着不动弹了。这点也是这么画，侧锋侧了一下就完事了啊。这后面都是树，很多树，画树了再说。今天不是山石画到这儿了啊？这山石这一块山石，基本上都画完了，是吧？哈。就是这块你们没看到，没看见。把这一块山石我再线条再补充一下，让它清晰一点。这块也是树，这块也是树啊，但是有点线条吧，山石有点线条，画一下子啊。今天这堂课就到这儿吧。结束哦，中间有个小插曲啊，他刚才这一段停了，我，没结束，可以不结束。对，没结束，现在结束了啊，我现在该结束，我看一下子啊，摁一下子。